神堂。欢喜贤君天老爷，端坐在大堂中间。金堂不怕马上恩威并重回响在耳边。左一句小民有怨，右一句大人明天，不同跪在公堂前。我比众人还冤。欢喜贤两个老爷，端坐在大堂中间。金堂不怕马上轮流当真，一个不清闲。左一句风调雨顺，有一句国泰民安，无人再看苦瓜脸。对得起安帝的脸，黎民百姓听得真切。不过天面无私三清天，谁欺行八十方可作践。我偏不只一只眼闭只眼，实在不怕一字写千锤百炼。我做个好县令，是那是为官清廉。骂出两个县老爷，骂整个县城要翻天。可是为政少了点和谐，一看顿时傻了眼。你说你 OK， 我说我三绝，一文一武分都偏偏要一三班分开站两边。来人呐，大刑伺候。杀威风当人心胆寒，除非你小子吃了包子胆。我死你老虎胆，试试敢不敢，除了你要去压关。大人大人老爷，欢喜贤君天老爷，端坐在大堂中间。多一句清清白白，有一句高风亮节，两袖清风身后不怕被指指点点。欢喜贤君天老爷，端坐在大堂中间，光明正大不偏不倚，双方各打五十板。欢喜贤君天老爷，端坐在大堂中间，明镜高悬可见，我是为官典范。哎呀，那么多影子呀。我其实想说，早晚都是一家人了，好相处吗？是你家人呐，你懂的。我不懂。其实我想说，既然大家都是同僚啊，那就应该亲如一家嘛。原来你只把我当成同僚啊。你往事心善依旧，我断也如云端。画卷中浓情如墨，你将心事沾满，茫然水无情烟泛起，顿时化作泪，几番滋味却让我不言不语，度日如年，只想把生死看淡，我心中放下一半，不觉中空中红颜，你风中独自寻找。相师爷，你什么时候到的？哦，不久不久，刚刚，也就刚刚好看到曹捕头，时而眉头紧蹙，时而含羞带笑。哎呀，相姐姐，你就不要取笑我了。既然你叫我一声姐姐，我当然得关心关心你啊。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我在欣赏月色。没什么，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，现在都应该三更了吧？这大半夜的，没有心事的姑娘，早就应该睡觉了吧？向姐姐也是在想心事吧？我自然也有我自己的心事，也是在想心上人吗？哎，没事儿，女孩家长大了，自然会有心上人了。有什么好害羞的？向姐姐也是在想你的心上人吗？嗯，是啊，他长得不帅，但是很可爱，
试过说，这人送你胭脂水粉，是不是代表他喜欢你啊？当然了。那我为什么觉得他只是把我当成一个常常可见的朋友呢？不可能，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根本就不会送你胭脂。也许他身边没人可送，才会送人的呢。没有人可送，他压根儿就不会去买。那他为什么不说喜欢我呢？他可能是害羞，或者是他怕被拒绝。我怎么可能会拒绝他？他怎么可能会知道呢？你看看你挺漂亮的一个姑娘，整天就知道打打杀杀的，是男人都怕了你了。怕我？他真的会怕我吗？对啊，要不然他怎么会送你胭脂呢？这就代表他想要你有点女人味儿。那怎么做才能有女人味啊？问我，你就算是问对了。那你告诉我啊。美得不得了，连我这个做女人的看了都心动了呢。真的？这个眉毛是不是有点太细了？这个胭脂不行，我得多用点胭脂，不然他怎么知道我用了他送给我的东西呢？我这什么也没有啊。不行，我得加点东西，这样曹天骄也就完美了。样子了，你看，你再看，我美吗？嗯，美？你在逗我玩吧，曹捕头，别玩了。你真聪明，没错，我就是在逗你玩啊！我还专门用了你给我买的胭脂，擦上去红红的，像不像过年呐？噔噔噔噔锵，噔噔噔噔锵，噔噔噔噔锵锵，噔噔噔噔锵，红包拿来呀！你越来越有幽默感了，太有效果了，我喜欢。那是，这是啊。是我专门为你做的补脑汤，我觉得呢，你应该好好补补你的脑子。那我要多喝一点。行了，那我走了。哎，等等等，别在街面上逗留太久，小心生命会有危险呢。谢谢你的提醒哈。哦呦，我收到了。哇，哎呀！什么温柔体贴，什么女人味，他只不过把你当成一个下属而已啊，曹天骄，曹天骄，你就是在自作多情，自作多情啊！说你曹天骄，你是不是傻？你说你是不是傻？我觉得你就是傻。你说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留着他干什么？你就应该扔了他。
忙。你怎么就这么自作多情？你还自作多情？你怎么就这么傻呢？你是不是自作多情？曹天骄，你是不是傻？我真的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呢。啊，太师，哎呀，怎么来都不说一声啊？我去接你啊。我只是来串个门子，不用惊动他人。哎，田七呢？就你一个人啊？嘘。我是来跟你谈点私事，不要让下人知道。哦，行，来，请坐。啊。杜大人呐，老夫想向你提亲呐。提亲？这提亲呐，杜大人呐，老夫听说你尚未婚娶，不知杜大人对老夫的孙女秘密印象如何呀？田师爷他，他很好，这个聪明伶俐，活泼可爱啊，有学问，有见地啊，对朋友呢如春天般的温暖，对同僚呢如夏天般的热情，对打击歪风如秋风扫落叶一样，对罪犯如冬天那么严厉，真的是敢爱敢恨，爱憎分明，好啊，但是，太师，我已经有心上人了，所以太师的好意我心领了。这么说，你是拒绝我了？其实像田师爷那么出类拔萃的女孩呢，喜欢她的人应该是挤破门槛的。太师高看我，我心存感激，我对田师爷呢也是非常敬重的。可要是……当我见到新欢，我就忘了旧爱，那跟陈世美有什么区别呀？那太师怎么会放心把你的孙女儿交给我呢？对吧？所以还请太师见谅。哎，没关系。好孩子，这只能算我们家秘密，没这个福分。谢谢太师理解。杜大人啊，老夫欣赏你啊。那。我再回去睡一会儿。喂，日正当中啊。早睡早起，身体好啊。来。留步啊，留步。太师慢走。喂。大人，您干嘛这么草木皆兵的呀？没有啊。没有吗？没有。还说没有？你看你都怕成什么样子了？这不叫怕，这叫这个谨慎。是挺谨慎的啊。麦大人，那你为什么一早被人发现晕倒在庭院里啊？哎呦，别再提这个了，越提越伤感。去，等我，曹部长。又要干嘛呀，麦大人？你整天跟着我，难道你不办公吗？跟着你安全一点吗？随便。随便我的吗？可
谁知道你这么烦呢？那我不烦了，你不要让我离开你好不好啊？我真的不会再烦了。我就要看你的表现呗。哎，我表现一定很好的，不如我买个鸡腿给你吃。好啊。哎，好。哎，曹大叔。嗯，嘿，曹大叔好。爹。我刚好要去买鸡腿，多买一个给你吃啊。哎，不行，我去买鸡腿，岂不是要跟你分开？你带着我的剑去，就等于我的人陪着你一块儿去呗。哦，也是。好，那我走了，我很快回来。我很快回来。爹，你干嘛？多年以前听过一句话，女人心海底针，看起来是真的没说错呀。爹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没什么啊。你告诉爹一句实话，你是什么时候跟那个胖子，跟麦大人开始在一起的？今天早上啊。啊？啊？今天早上？嗯。我的天哪，这么快啊！娇娇，爹虽然不反对你跟他在一起，但这进度稍微快了一点儿。你毕竟是个女孩子家，我希望你可以稍微矜持一点，不要做出太过头的事情。这种事情叫过头吗？我还做过比这事情更过头的事情呢。爹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其实爹的性格不像外表看起来那么坚强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说那么刺激的事情给爹听啊？哟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柔弱了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每次跟我见面的时候都是鬼哭狼嚎的呀，而且他每次都……哎呀，哎呀，好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了，爹实在听不下去了，你们两个相好就相好。我没有跟他相好，我没有啊。不听了，不听了。总而言之呢，你别说了，我求你别说了，我真的不听了，你别再说了，别再说了，我不听，我真的不听，不听，不听，我真的不听，不听，不听，不听。你在吵什么？干你屁事啊！你来干什么？我是来把东西还给曹姑娘的。嗯。这是你的东西。不要。你的东西。是你的东西啊。是你的东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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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的东西。哎呀，这个东西是谁的不重要了。杜大人，你来的正好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那就是我的娇娇呢，正式跟那个胖子，跟麦大人在一起了。嗯。曹大叔，你真会开玩笑。什么开玩笑？谁在跟你开玩笑？你不相信的话，我娇娇就知道了。曹姑娘，你哎，爹啊，我跟谁好的事情，你至于四处跟别人说吗？嗯，说的也是。杜大人啊，总而言之呢，就是一句话，你跟娇娇呢，就是缘分不够。哎，不过感情的事情呢，你也不需要勉强，也不需要伤心。我有些事情呢，想要请你帮帮忙的。什么？我想请你呢，当我们娇娇跟麦大人之间的媒人。毕竟没有媒妁之言，就算不了什么名门正娶嘛。啊。哎呀，今天买来了，今天买来了。哎呦，哎，怎么是你？不用理他。曹大叔，哎呦，谢谢谢谢谢谢谢你。这个是你的。辛苦你了。不辛苦不辛苦。麦大人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都不知道啊，你离开这么一小段时间，我们娇娇可是非常非常的挂念你啊。真的？嗯，那他同意我跟他一起喽？同意同意，你们都发展到这个田地了，能说不同意吗？呀，对呀，曹大叔，我该做的已经全部都做完了。别再说了好不好？你们的私事别再跟我说了。哎，好好好好。哎呦，哎，喂，不好意思，我今天呢就买了两个，一个是曹大叔的，一个是曹捕头的，没你的份啊。没关系，我正在节食。好香啊，来。吃一个哦，我买给你的哦。我们分什么彼此啊？你的就是我的，乖。哦，我真的是买给你的哦。小可爱，快吃吧。哦哦，哎，哎呀，你们两个有必要在外人面前这个样子吗？嗯。不，你还没走啊？我马上离开。哦。
是我呀，曹姑娘。是你。对了，令尊在不在？你找我爹，我去帮你找他。不，我看你这么晚还不休息。我本来是不想休息的，不过现在看到你，我就想休息了。别，我有正事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快说。那个麦芽糖不合适你。关你什么事啊？当然关我事了。什么事啊？那个麦芽糖啊，长得又胖又丑，又好色又贪财，简直就是人中之渣啊！他要哪一点配得上你啊？我爹喜欢。你爹怎么能代表你呢？幸福是要自己争取的吧？啊，你想想，你要是跟了这样的男人，简直就是自掘坟墓，自跳火坑，哪怕路人经过都会劝你两句了，更何况我们？我们什么？我们什么？我们是好同僚嘛。你赶紧走吧，你再不走我就杀了你。你就不能对我温柔一点吗？你稀罕吗？我看你一点都不稀罕，你还是去找你那个温柔可爱甜蜜的甜蜜蜜事业去。我就知道你是为了这件事生气的嘛。其实他是他乱点鸳鸯谱，我早就拒绝他了。我跟他说我有心上人了。心上人？心心念念寝食不安。是谁啊？除了你还有谁？我有。我？没错，就是你。啊！你快走！我不走，事情没搞清楚，我是不会走的。走啊！我到底做错什么事情？你为什么要生那么大的气啊？你对他做了什么？啊，我什么都没做过。放屁！啊，什么都没做，他会昏迷在这儿。喂，早知道当初没有杀你，留你就是个祸害。我手无缚鸡之力的啊，你要杀我，随时都可以的。有人要紧吗？快快啊！九九，怎么样？他怎么样？他怎么了？关你屁事啊！还不滚！是不是等我改变主意杀你啊？哎呀，你杀我也不急于一时啊！快点告诉我他到底怎么了？你还是不知道的好。哎呀，他刚才的样子好可怕呀！你都看到什么了？我看到什么了？我看到我什么都看到了。
求求你不要说出去，好好好，求求你，好好好，求求你体谅一个做父亲的心理，我千万不要说出去。我有点混乱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杜公子，杜大人，我告诉你，其实小女娇娇自幼患有恶疾，每逢情绪波动的时候就会引发疯狂，并且实力大无穷，难以控制的。情绪波动，难道是因为跟我刚才表白有关？你在那嘟嘟囔囔的干什么？什么都没有。小女娇娇病发的时候会很疯狂，并且力大无穷，连我这一身好功夫尚且敌她不过，你一个文弱书生到底做了什么制服了她呢？我倒是什么都没做过。你什么都没做？那你做了什么？什么都没做过啊！告诉我你到底怎么做的？哎呀，这个方法只适合我，你不能用的。曹姑娘，莫非他来找过我了？哎，曹姑娘，你干嘛？没什么，我我有事要问你请问你昨天找我干嘛？你不记得了？我要是记得我还问你干嘛？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？喂，小女自幼患有恶疾，每当情绪有波动便会引发疯狂其实没什么事。你的手怎么了？没什么。给我看一眼。没什么。给我看一眼。没什么。给我看一眼。来。这不会是我抓的吧？小小皮外伤，姑娘不必介意。喂，曹姑娘。喂，曹姑娘，喂，我没有怪你的意思啊。待会儿再跟他们打招呼，进去。坐，继续。好，来，行。行，快点。行。哎呦，我听又输了。
知吧，想害你早就害你了，杀你何必等到现在？这种叫大力丸，乃是世间奇药，服用后会力大无穷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帮我？书生还死，有眼不识泰山。起来吧。不知这一次大人又有何吩咐？先带着你的弟兄们回去，我自会去找你的。是。哎呀！哎呀！大哥！哎呀！找你好几天了，我好不容易找着你，你就别跟我怄气了呗，我错了。你还好意思找我？找我干嘛？找我回去邀功吗？你埋伏的那些兵呢？啊，都叫他们出来！这班兄弟现在手正养着呢，就等着打架呢。哎呀，不是这样的，我看看你的伤，伤呢？啊啊！啊！走！啊！啊！走！啊！哎！你们都走了，一个都不留下来扶我！你们！哎呀！你个王八蛋！王八蛋！曹姑娘，
我给你做了莲子羹，清心去火的。我进来了啊。哎，曹姑娘。杜大人，我已无脸待在县衙，我走了，你保重。曹天骄。你有没有担心我？啊，我有要事，我回头再说吧。啊！我不让你走！我不让你走！我这么长时间没回来，有什么事比我还重要呢？你说？曹大叔，来，哎，等，哎，你女儿不见了？什么？她出走了？曹姑娘，她出走了？哎呀！曹天骄终于走了！终于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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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终于走了。好不好，曹大叔。哎呀，好了，别逗了。郑捕头，你回来了。我回来了，耶。曹大叔，你这把年纪玩这个，会不会扭伤腰啊？哎呀，你搞什么？哎呀，好了，死胖子，你就不要搞了。我知道这个动作手脚很好的。曹姑娘出走了。哎呀，走就走了。啊，什么？曹捕头走了？不行啊，曹捕头不能走的，我不让他走啊。曹大叔，先不要玩这个扭腰的了，把你女儿找回来要紧啊。臣妾先饶你一命。谢谢，你要去哪儿啊？走了！雷神！麦大人，什么事？动员我们所有的人，一定要把曹捕头找回来。哦，是，我这就去找。快去！你们到底分不分得清谁更重要？你干嘛去啊？我不能再留在欢喜县了，也不能再继续留在杜大人身边。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？因为他看见我的症状了，所以我只能离开。娇娇，
为什么想不开呢？它只不过是一种病，跟伤风、感冒、痔疮是没有区别的。哎呀，爹，你就别再劝我了。这曹大叔，你们慢慢聊啊。喂，谢谢啊！你要去哪里啊？我，你是走不掉的。你躲得了众人，你躲得了自己吗？难道你真的忘了我们在这里的点点滴滴？我们一起抓鬼，平山贼，还有我们一起改良妓院。平时吵吵闹闹，可是相互关心，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，不能没有对方。县衙需要你，百姓需要你，我更需要你啊。我不管你有什么困难，我也不管你有什么苦衷，就让我陪着你吧，让我跟你一起渡过难关。相信我，相信大家。你看看他们，曹捕头，曹捕头，曹捕头，留下吧，不要走啊！捕头，大家都希望你留下来，你舍得离开吗？杜小姐，怎么了？这干嘛呀？干啥呀？这是啥呀？是啊，这干嘛呀？这是什么？衣服啊！曹姑娘，为了我，也为了大家，你留下吧。曹捕头，留下吧！曹捕头，留下吧！曹捕头，留下吧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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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曹捕头，别走啊！别走啊！人起自身与自灭，人。
痴此生与